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王者的掠夺，这个好像是一种吃屎的关卡，不是什么贪婪女精女啊，她也很贪婪，这个蛮难过的。我尝试用水西亚来通关看看，主要的关卡可能比较会有问题是第九关跟第十关而已，其他的话应该还 OK。好，现在为大家来测试一下。这个我们可能先指定打这一只吧。哦，那只千万不能被它锤到，被它锤到受不了，痛得哀哀叫。哎，不会吧？哦，好像在。我以为要 GG 了嘞。纯色队就把卡到没有攻击住，那个真是没办法。回血的话，我们现在可以趁机测试一下回血的数据。因为第十关的话，变那个死亡前，因为它是死亡复活嘛，它如果死亡之前。能秒是最好啦，不能秒的话你必须要还有办法回得了血，我想这个就比较难搞了。不用这样吧，然后现在好像是没有音效的样子，因为我刚刚打之前我先去洗了个澡，回来之后不晓得为什么就没声音了，不过没差、啊、我没有声音我转搞不好比较顺。只是会听起来会比较单调，一下4000多，哦，希腊有个好处就是它 combo 会可以帮你帮助回血，可是 combo 一没做出来，攻击力没有，然后血量回血也没有，这个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而已。我还是希望满血的状态进下一关。欧耶！哦，但是希腊有一个小小弱点，就是你会吃到一点运气啊，这个就没办法控制的了。哎呀，左边没有做到 combo， 我在干嘛 ？Shit！还没死。被他多打一下，不妙。我觉得还有5颗，隔着火，哎呀。攻击珠放一下，回血一下。有些时候补血不用整个，就是一定全部都要补。哦，边打边补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啊。
第五关，这个六 combo 以上才会死。这个这一关是无所谓啦，这一关因为下一关就会重置 CD 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觉得我们开机好了。因为属性被克到，这个有点小危险。旁边两次可以 KO 掉就好了，因为中间攻击力才1000多而已。这个只要中一次，应该他就再见了。6，好，哎呀，多出来了。像我这种3-5 combo 水准的，打这个就比较吃力。不要，哎呀，控制不了 combo 数啊。3、4、5、6就好了，对，漂亮。哦，哦，属性相克真的有差哎，因为现在已经2.2倍了，居然他还不会死哎。6，好，哎呀，1、2、3、4，我没消到，哦，好笑了，这个有笑点了。哦，技能可以开无所谓啦，再开一次。哦，因为下一回合一样，我讲了，就是下一回合他就恢复了。那我们开个2颗，这个有点怪，无所谓啦，把杂猪消一消。哎呀，来不及。看来洗完澡好像没有比较放松了。4、5，再一个就好。哎呀，看爆炸多少，砰一滴，哈哈。4，喂，1、2，真难控制哎。再一个，哎，小气鬼，再来一次啊！先补血就好了。这是怎样落入无边的地狱就对了。5，再一个，好好好，停停停，谢谢。好，右边那个属性相克应该62万应该还好，我是觉得应该不难打，反而左边这个打可能打不太动。那我们就是，我想一下。
台积打。只希望一波就扫掉了，不够力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天降一下，哦，这样有点危险哦，危险的时候一样 combo 照做出来就对了。天降，再一个，好好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哦，吓死了，很怕他没掉下来。哦，这关卡真的蛮难打的。这是绿的，是不是啊 ？Shit！ 哦，有点危险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颗，危险是要上了，没办法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哦！就怕这个没出来，其他就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啊，这个很难去控制，这没办法。这边的话，我技能我也不用洗了，三 combo 就全部送走就好了。可是希腊，因为你用的是希腊队，所以要三 combo 就送走，不可能啊，威力不够。对，五 combo 都没感觉。我决定这边先洗一下 CD 五就好，洗个 CD 五。哦，再来是这样。三。先补满血再说。打王如果这么顺就好了，打王通常这第一只王这样就他就已经吐血了。哦，然后 combo 一样我做，哎呀，好多杂作我清一下。一二三。没办法，我一直天降。这样好吧？哎、欸，多了一 combo， 无所谓，我们先补血。好了，这边希腊不好打，不过还好三 combo。怎么那么多杂猪啊？是怎样？感觉血有点不太够了，我要再洗一次。Shit！ 这手有点残，实在是。一，好，两康就好了。二，好，停，很好。
再同样的方式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两康就好。好，停。哎呀 ，shit。有，我要再补血一次，因为下一回合必须满血进场会比较安全，然后最好场上要多一些你要的猪这样。哎呀，没补到。哦，一样无限循环，照我刚才的方式。哦，就是一样先转，然后再补血。这样去洗新的 CD 技能，我们要稳定的过，所以只好一直洗技能。这个无所谓啦，可以通关就好了，不然50体力还蛮贵的。哦，现在台面上几乎都是我要的，那就一样的方式再来洗一次。一二，没有。二三，不要！不赏脸，可恶的家伙！一二，好，没有了哈。OK， 三停，哎呀，多一趟，我要补血了。Shit， 无边的地狱一直在洗，一直在洗。一二三。一定要这样吗 ？Shit， 没办法，我要补血一次，无边的地狱再来一次啊！搞什么？这时候才给我三 combo。哦，这时候就是用力 K 就对了。哦 ，shit， 那是 CD 一耶，这样就不妙了，不能开技啊，因为我印记是要不要留啊？思考一下，不开印记可能会挂在这一关呢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哦，漂亮漂亮，全部扫掉哦。哦耶，哦，这就是我要的了。再来，这次不能开印记。但是你的 combo 还是要做出来啊。嘿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哦，哦。舒服舒服，哦，这个看起来就舒服了。哎，不要死哎，留一回合给我。哎呀，完蛋，他死掉了。我看一下，两回哦，好好，现在还可以放。shit， 等下不能放鱼线，我就糗大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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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时候水妹开，鱼先开，要一起开，没有开就糗大了，因为往死的时候会再补你一刀。天降一些吧，老大，我好多杂猪哦，我这回合先不爆发，太多杂猪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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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回有爆发，因为鱼线已经开好了，所以这回一定要炸它，不炸它太危险了。只要它血扣一半以上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是看天降，怕说会有问题。哎，
天价，不要不要问题。哦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爆炸！我靠！啊，我心脏现在跳好快啊，应该会死吧？印记已经上好几层了。啊，他不死我就死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天降，天降！啊，啊！终于过关了，有没有卡片？宝箱，宝箱！哇，哦，气死我了！宝箱，哦，谢，打得这么刺激，居然只有宝箱。哦，谢，算过关了，可是有点失落哎。谢的，好吧。这个50体力再慢慢试试看好了啊！以上水希腊很危险的通关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